真的，你也太美了吧！它是方文婧，饺子，这是饺子。我们往里面走，好，我们去里面。哇哦！有没有很害怕？Winnie阿姨，她长大好大一只哦。 昨天景荣来当我的帮手，而且他好会带小孩哦 ，I don't believe it。小子不到两岁，还有几天两岁。你看小子，我们会融入社会了。你看看你，小子都会说去给。 我觉得铺一半也 OK 了，再过去一点。小朋友，等一下围在这边坐着。妈妈，妈妈可以坐一下吗？可以坐一下吧。我们等一下来包饺子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可以自己捏捏捏，好不好？为了欢迎饺子来台湾，我们鼓掌，拍拍手。 你也拍手，然后希望饺子明天回去的时候带着美好的回忆，鼓掌。哦耶！饺子你喜欢台湾吗？不喜欢，搞不清楚。你喜欢姨吗？喜欢哈，喜欢米粒吗？喜欢。